希望能够透过唱片在现场的音乐演出之外呢，能够跟大家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分享这些美好的音乐。那我们在制作每一张唱片的过程当中都非常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企划来能够呈现出古典吉他各种不同的面向。那么也希望借由这次的机会能够让更多人欣赏到好听的古典吉他音乐。